其他还有什么需要？比如说往前，还是反拍，是吧？反拍，反手。反拍，对于我来讲，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少打。但是像作为业余，可能包括像年龄也比较大了，当然反拍可能是必须要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老是要用这个侧上，会比较辛苦一点啊，所以可以，我先叫一下，你先坐一坐，然后再看一看。好，发几个后场的，他用反拍打就行。 稍微站前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往前一点，给自己一点难度，因为这个球你太前了啊。哎，好的，好，停一下哈。这边的反拍的发力其实还相当不错啊，听这个声音还有，稍微欠缺一点就是，你没有像刚才你有体会吗？啊，有啊，但是这边没有了。对，没有啊，所以这个就很可惜了。 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动作方面啊，就是说你会变成这样了，所以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是全部送出去了，送走了，啊，对，这里面的东西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地方了，就在跟你刚才我就说刚才是在这个地方了，啊，现在是在这个地方了，所以你看我打完球，你看。 一打完球拍子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如果要连贯的话，这个打完我就回来了。但现在就是做点慢点给你看的，就这边应该是打完球了。但你看着，你看着刚才，所以我就说还是有一个就是这边到这边的力量，对对对，托尼带水，就这边到这边的力量是没有用的。啊啊啊！这个力量你可以省的给在这个地方。是是，对对对。 哎，对，很好，放松哈。对对对对对，好的，好，停一下。你要有个概念啊，就是说，对我来讲，你这个还不叫反拍，为什么？因为，他打的时候尽量把身体能够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你现在没有啊，你看得明白吗？你现在在这样在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可能跟实战就会有区别了。 还有一个就是步伐，现在因为球好像比较慢，有很多时，这个步伐，第一个就是准备好，然后你的这个脚啊就转，啊，这个转。这迈几步啊？这就要看球，比如说这个球就在这儿，一步就可以。一步。啊，你比如说这个球，你可能就是要去垫一步了哈。你看啊，多了一步就是，一步啊，一步啊，这样再垫一步哈，好，你还可以先这样过来一步，这样他两步就够了。 这样啊，对，他两步就够了，对吧？那个呢会比较复杂一点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。哎，这样你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好，这就比较难打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准备好。好的，动作小一点。啊，这力量不干脆，所以那个球你看啊，不够到位哈。 好，有了，这个就有点难度了，对吧？是，但这种球我想应该会时常发生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人家打平球那肯定就会出来了。所以还是要讲的就是一个发力，主要就是刚才因为刚才后了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毛病了，啊，一个很不好的发力。这种球你看我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不，你看我动作没到这儿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只是到这儿了，对不对？啊。 放松，这个握拍还是要放松啊。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这样收，有一个握那个的，包括这个，它也有一个这个。好，放了松，你看了，拍子放松以后，它这个力量才比这个力量其实就是这么一瞬间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在打球过程当中吧，就是这个肌肉有时候就是有一些酸疼，酸疼哪里的肌肉？一个肩膀，还有这个小臂，小臂这块，我就觉得有时候是不是发力？ 不当造成的。这里面我想问一下，一方面就是说，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大概打一次，啊，如果是我的话哈，我如果停一段时间我去打，我也会酸疼。啊，我已经形成习惯了。应该不会当时就痛吧？反正打完了可吧？啊，打完以后，这个应该是肌肉反应，它会痛。肌肉反应以后，它就。
硬了嘛，它有肌肉反应，它过两天它就好了，这是一种。那作为肩关节的酸痛呢，可能就是说力量不够，是力量不够啊，你可能要稍微加强一点力量啊，不是用力过度造成。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属于受伤那一类型的，所以我是还是建议，就是说一个呢常打，你可能一个星期打个两三次，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，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就是啊，你举一点哑铃呢，作为你的就是说要时常小心观察，是受伤的反应还是一种一般的肌肉性的反应，这是两种不一样的。如果是受伤的话，它不是这样的，你越打它会越痛，这个就要很小心。有一个方式可能减少你的疼痛，或者尽量可能避免的，就是说打完了以后注意放松，因为你松弛以后恢复才比较快，它到第二天呢它又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况去训练。所以打完球以后注意一些柔韧性的拉拉韧带啊，肌肉一些放松啊，这个对这个肌肉反应还是有好处的。那么您能具体做比如说做哪些动作呢？放松的话其实有很多，比如说可以你坐在那儿把一些压韧带，两个腿的韧带，压肩，可以比如说扶了墙这样往下压，再压两个肩膀，压两个肩，这样拉的话拉这边，对，手臂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些按摩或者这样放松啊，这些都是一些放松的方式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就是。好，谢谢。将来再遇到你的时候，你就说，赵老师，我手已经开始不怎么痛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赵老师。哎，客气，好。